讚讚，今天有好東西介紹給你們，是墨爾本的全新溫泉，就是在 Mornington 啦，這裡裝修高級，而且地熱溫泉水真的很舒服的。究竟這裡值不值得去？這裡地方都挺大的，一個人霸曬整個池，這裡還有什麼好玩呢？廁所都是超漂亮的，記得看到最後啊，我會介紹這裡的優惠給你。如果想知道更多澳洲生活、澳洲旅遊資訊，記得訂閱我，還有撳埋個鐘仔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同基。今天我們會出發去 Mornington 玩，第一站是去伊圖先的。早晨啊，我們現在來到吃早餐啊。這間 cafe 的牆身做了很多塗鴉的裝飾，好靚啊！佢呢邊還有啲賓尼兔啊、大富翁，還有唐老鴨的公仔。我呢杯綠茶拿鐵咧，我就覺得麻麻地，但係佢啲嘢食咧真係抵食夾大件噶。試一個，呢個啲嘢好靚啊！我哋要食，我要影師奈，你兩個波波好正喎、啊！係啊係啊！我準備開餐啦，這個 burger 超 juicy 啊！ Yeah， thank you， 哇、wow ，佢不客氣喎、啊，不客氣啊！咁好快喺度食完个早餐咧，我哋就准备出发去 Mornington 啦。由 City 揸去 Mornington 咧，大约个半钟左右。沿路揸车啲路都好阔，但要小心，有好多相机噶。Mornington 有非常多嘢玩，可以去睇阿弗斯，坐缆车，玩迷宫，或者去酒庄度品酒食嘢。而家系带你哋去苹果酒厂，呢度好多都系有机苹果。咁呢度有新鲜苹果啦、苹果汁啦、苹果醋啦，仲有苹果嘅啤酒。哇，好正啊！咁而家喺我哋面前嘅 pedal 咧系$15嘅，咁就有五杯酒。Also in order from driest and strongest, getting gradually lighter and sweeter as you work your way.along the path. 其实这五杯呢是有四杯是苹果啤酒啦，有不同浓度啦，同埋一杯 sparkling 的。好好喝的。有这边。有这边。好好喝。苹果汁。你闻一下已经很劲。你嗰個咯，你又飲咩？肉桂味。咩？佢飲嗰個。嗰啲喂，呢個係新喎，係。係咯。試試幾杯都幾正。嗯。4%。因為佢呢杯顏色咧係熟啲添㗎。我呢個5.5。我自己覺得呢間蘋果店鋪都幾得意，啲酒都好好飲，順路可以嚟買，同埋好多蘋果手信可以買。去完呢個啤酒廠，梗係出發去浸温泉啦。是今天的重点旅程。哇，原来这个就是那边旧的，这边就是新的了。哎呀，对面啊，到了，对面。呜呼，好期待啊。咁呢，我们今天是预约了2点的。开车的朋友，这里有很多停车位。而且是免费泊的。先讲一下这个新温泉，那就是墨尔本最新的旅游景点啊。等我快啲带你入去睇下先。我哋一落车咧就换晒拖鞋先落嚟嘅，大家记得带拖鞋嚟啊！ Welcome。咁我哋一早咧就上网 book 咗噶啦，系有半价优惠。我哋一入到去已经好兴奋啦，因为咧见到佢嘅装修真系好靓。咁上网 book 嘅朋友咧，佢都会 send 个 email 俾你确认嘅，咁你可以 show 俾佢睇，又或者讲你个名字就可以啦。之后咧，佢就会俾个手带，就是 locker 锁匙。哇！喂，我哋一齐咁样。喂。咁嚟呢度浸温泉咧系$110啦，咁佢就系包埋毛巾啦，包埋浴袍俾你嘅。我哋去换衫啦！佢哋想唔着衫？呢度厕所非常之大，而且个 locker 都好大噶。哇，好滑喎、啊、呢、這個，高級嘅 locker， 好唔好啊？好滑啊！好滑啊！哇，係喎、啊，好渣喎、啊！咁你打開 locker 咧，就有你嘅浴袍啦，同埋毛巾。換好咗衫咧，我哋就準備去浸温泉啦。正啊！咁前面呢個咧就係温泉嘅地圖，除咗呢度之外咧，仲有私人温泉嘅。
咁而家我哋就步行緊去啲温泉池嗰度啦。呢度除咗地熱温泉池、冷水池，仲有注入咗草藥植物池。呢度每個池咧都可以坐到好多個人。呢度都有話咧，佢哋嘅地熱水咧係採用咗 100% 含豐富嘅礦物質，包括咗硫鈣鎂鈉，被稱為氯化鈉碳酸氫鹽池啊。呢度都有講話，每一個池都有唔同嘅療效。例如植物池有檸檬土金漾玫瑰水，同埋有助放鬆心情嘅芙蓉花香。喂，等我浮起嚟先。好啊，你浮啊。點解咁？因為呢度可以浮翻上嚟。喂，我影個 video 啊！哇！等我带你去其他池睇下先。呢度嘅温泉水咧系冇嗰啲好重嘅硫磺味啦。咁呢啲水咧都系地表面550米以下传翻嚟嘅。咁啲温度咧系大约37至43.6度。哇！阿姨呢度好靓啊！我自己都好中意呢边嘅呢个池，因为都好靓。前面呢个就系冻水池啦。冻水池，而呢度都有提供桑拿房，然后呢边都有 steam room 嘅。咁呢度就系、是，即系呢度好多地方都系有得俾你挂呢个袍噶啦，因为佢包埋呢个袍俾你咧，呢度可以挂噶，同埋佢个质地系好舒服噶。我哋浸咗两个几钟之后咧，都喺呢度度摊头咗。我仲坐喺呢个凳度餐呢份着添啊！拜拜！我哋而家去饮嘢。餐厅都提供咗室内同埋室外嘅位置啦，都有好多位俾你坐嘅。咁食物价钱咧就偏贵少少，但饮品都 OK 嘅。如果今日有蓝天就好啦。咁浸温泉嘅朋友请注意啦，咁要多啲饮水啦。咁其实沿路咧都有好多饮水机喺旁边嘅。我哋而家去浸第二个池。呢度沿路中间都会有个洗手间。Go， 真真。讲下呢度个优惠先，我系咁啱上网睇到嘅，就系、是、由而家开始啦，去到3月31号星期一至五就有买一送一优惠。好似我咁买日间门票110元啦，输入 promotion code bring a friend， 咁就可以同朋友 share 到，就系55元一位啫。另外，我觉得晚上嚟咧都几好嘅，75元两个人。有優惠又固然抵啦，但係其實咧就咁嚟呢度 relax 下咧，我都覺得好推介嘅。要 relax 一下，浸翻個美人湯。好到啊！唔好咁啦，我電話唔係好熟。大家浸到甩皮未？甩皮之旅。如果有興趣嘅話，仲可以喺度做埋 spa 啦，同埋面部護理。呢度真係好靚。風筒是戴森嚟噶，仲要有好多個風筒啊！好，我哋就浸完温泉啦。之後咧，我哋嘅包袋係放喺呢度噶。咁今日條片係咁多啦，好多謝你今日嚟收睇，我哋下次再見啦。